永和的百货卖场以人文经典好生活的定位引进品牌商品，和社区民众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。那这一次邀请超人气贝果店快闪驻点一楼的广场，好多种口味任你挑选。而在假日呢，还有限定推出的草莓司康，就是希望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味蕾。好秋贝果在台湾的烘焙市场受到许多人的喜爱，来到新北市的百货商场同样吸引满满的人潮。为了要响应环保，只要携带10个干净的二手纸提袋，就可以享有贝果买五送一的独家优惠。从即日起到2月28号，喜欢贝果的观众朋友们不用再跑到台北市，在永和的百货公司就可以找到了。